的二手车行业普遍缺乏诚信，行业的发展缺乏规范，而目前绝大部分卖车消费者对二手车的价格和车辆手续过户并不了解，需要有专业的汽车服务公司帮助卖车消费者方便快捷的卖车。正是基于这样的要求，某品牌换车应运而生，为卖车消费者提供二手车询价、二手车交易和车辆过户手续办理等服务，是目前中国消费者首选的汽车服务公司。全球消费者卖车难题的解决之道就在中国。5月20日，该换车连锁在上海举办了新品类发布暨行业论坛会，上海著名主持人洛欣及众多行业人士出席了此次论坛会。论坛会上，受邀嘉宾首先畅谈了自己多年来对中国二手车市场的认识和见解，并回答了中国二手车发展的难题，使得现场的观众都加深了解了该换车连锁的核心优势。